你要问我什么？你工作的地方是哪里啊？现在吗？还是以前？以前。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在汐止啊。汐止现在呢？现在后来就办公室也有放在光复南路啊，你有没有去过？每天固定有去金门吗？每天固定有去金门，金门是可以用走的吗？有时候啊，固定，所有以时不候能说固固定定，啊，有时候要出门，出差去的出呀。差去金门澎湖工作，工作。有时候要出去开会啊，还有。还有那个，你结婚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要生下我？我结婚的时候怎样？几个月把我生下你说你几个月被生下来？7个月啊。7个月，然后爸爸在跟你浪漫的时候，浪漫的时候，然后嘞？然后在哪里求婚成功？在哪里求婚成功的？在戏子啊，然后呢？还想知道什么？你以前住在哪里呀？没有结婚以前还是小时候，小时候啊，小乡时候，下。高雄啊。老师说他小时候住在乡下。他是住在哪个乡下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乡下而已。啊，乡下而已呀、乡下而已，然后呢？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访问完毕了吗？没问完毕了。